2017年六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闹热开始，将要一直进行到5月30日五日节为止。馆长桂明讲，邀请国内外游客伫五日节四天连续的假期来六港看白龙船、食好食物、游赏古迹、耍民俗，感受六港光彩美丽暗暝。鹿港龙舟赛全国首创夜间的龙舟，造成这个灯海的美景，让人家惊叹，原来鹿港夜美丽。我们会增加夜间的拔河的一个比赛，然后我们会将葫芦溪所有的沿岸，从园林的浦沿系统交流道点缀整条葫芦溪是一片漂亮光彩夺目的灯海，然后延续到鹿港的出海口。咱鹿港除了咱这个福禄溪的这个灯海以外，在咱的这个公会堂，在咱的这个老街，在咱的这个艺术村，总有真多这个灯海。县长为了要让鹿港亮起来，把这个观光推展到晚上，所以咱鹿港即马暗时也非常非常的水，啊，而且啊，恳请大家所有咱家全国好朋友，庆端阳一定爱来鹿港参加阮的庆端阳。那个龙舟比赛哈，总共队伍是109队哈，那个国际有21个国家组队来参加哈，盛况空前呐哈，而且在华的那个夜间的场地非常非常的漂亮哦。欢迎全国的观众哦，来到鹿港一游哈，顺便看那龙舟，真的很漂亮。2017年庆端阳系列活动，除暗时白龙船以外，为着要吸引游客留伫鹿港住眠，特别规划一系列暗时的活动，也伫鹿港老街、公会堂广场规划街路暗暝灯光电视加光雕秀。暗暝彩街嘉年华，予人赞叹鹿港愈暗愈水。公益频道张华韵，鹿港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